小伙伴们，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主界面中共有几个小红点？右下角的小红点亮了，它是好友小红点。在右上角三个小红点也亮了。很多小伙伴说主界面中只有四个小红点，错，其实在主界面中还有第五个小红点。你们难道不好奇它被藏在哪里了吗？众所周知，在主界面中点击进入游戏，我们就会看到熟悉的小红点，它在闪着不灵不灵的光芒。如果你的小红点也亮过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小红点亮起代表它有东西，比如皇冠小红点亮起了，我们点进去，这就是官方大大送给我们的每日礼包。而最奇怪的就是好友小红点，我们在里面会发现一个人，就是迷你队长，他居然永远都不会下线。在评论区中扣出8723，你将会知道为什么迷你队长他永远不下线，永远都在线。那么被隐藏的第五个小红点他在哪里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第五个小红点他就在好友的左侧，他是商城小红点。当我们点进入以后，就会发现官方大大新上架的新皮肤，比如尼姆，他很可爱，还有他的小伙伴四个。所以说在主界面中并不是只有四个小红点，而是有五个小红点。第五个小红点就在好友的左侧，他是商城，你们知道了吗？